一张张可爱贴图相当仿真，这两位就是中华队羽球金牌男双林洋配、李洋、王麒麟。过去两人就有出过 LINE 卡通版贴图，不少粉丝都抢着下载，没想到这回却被诈骗集团盯上。林洋配二度获得奥运金牌，让全国民众相当开心，但有民众在网络上收到可以免费下载林洋配贴图的资讯。不过奇怪的是，解释 LINE 官方活动页面并没有这项免费贴图下载的活动，点进去网址才得知连结是仿冒付费贴图样式。对此，台湾事实查核中心表示，经过比对 LINE 官方的贴图网址与网传连结开头不同。此案专家就提醒，这种诈骗手法主要是以免费贴图为诱因，让民众加入假的 LINE 群组以获取个资，或是借此进一步传送广告诈骗讯息。专家也透露，过去在东京奥运后就有出现过这样的诈骗手法，如今巴黎奥运后又出现以林洋配为名的贴图诈骗，提醒民众多加留意。东森新闻综合报道。